料理做客，饿了吧，快来吃饭。至于这么隆重吗？菜准备的有点少，千万别介意啊。你就差把我端上桌了。够了够了，谢谢阿姨。大鸡腿我来了。鸡腿给客人吃，你吃鸡屁股就好了。梁白白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吧，不带这么偏心的。兄弟放心，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的骨头啃。你看人家杨白白多讲义气。妈妈，我想玩会游戏。不好好招待客人，玩什么游戏？阿姨，其实是我想玩。安排。杨白白真了不起，哈小浪根本没法比。玩累了吧，吃点水果补充能量。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赢我。哎呀，我快输了。哈小浪，你让着点客人。我肯定不是亲生的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先回家了。阿姨舍不得你呀、这是一点心意，欢迎下次再来玩。妈，你对杨白白也太热情了吧，比对我都好。不懂了吧，这就叫待客之道，你去别人家做客，别人也会这样对你的。哦，我懂了。你干嘛去？我也去别人家里当客人。